嗨，大家好。前段时间给我爷爷送了一个茄子馅的包子，有很多人留言说要看那个详细的教程，今天拍一个做的详细过程。你那边就是发明。好，擦个茄子。我这也把水分擦上。把水分点上。擦了水分多了，这一盆子就碾成这波了。年好还好厚，年好厚的很。哇，还发鸡蛋呢，帮我煎一厉害过，即使都两千个吃的，真是能吃。好吃，好像就一包。吃咱俩分成包子了。这天嘛，就是菜。你说配个那米吃啊？八米多，多米。啊，八米多。你拿来磨碎了。嗯，榨汁就磨碎了。